网传影片，车辆遭毁损，警方依规定受理，查系聚餐口角引起纠纷。本分局5月29日接获阳性被害人报案，并提告毁损，警方已依规定受理。经了解，被害人与涉嫌人27岁，属男，是认识友人，两人因先前聚餐时口角而产生嫌隙。苏贤于案发日5月28日在路上巧遇杨男后，一时心生不满，便毁损杨男车辆泄愤。本分局已依程序办理，并通知苏贤到案说明。全案依刑法毁损罪，函请高雄地检署侦办。新兴分局呼吁民众遇纠纷应保持理性，切勿意气之事衍生不必要事端，不仅伤害对方，也让自身深陷法网。